我去上了，没想到有那么顺利。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都说我已经是个中国人了，他们说我说话一股大同味，这些都是我自己感觉不到的变化，所以我想赶快把绿卡办下来，像中国人一样的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最近准备办绿卡，现在学中国的无反对证明，这两天我们把资料已经递交上去了，今天有取结果。那你也不至于穿这么严肃吧？我去严肃的地方就得穿严肃的。怕穿的不严肃不给你是吧？满意。我们都来，希望一切都顺顺利利的。希望我们今天都顺利的取上这个证。哎呀，我去上了，没想到有那么顺利。我觉得我现在办这些所有的证件挺顺利，应该旅客也能办顺利，应该问题也不大。我觉得也应该是。终于办下来了，我的这个心也稍微轻松一点。这两天你知道吧，我为了给你弄这个东西，我有多紧张。为了办这些证件，我觉得我比你也紧张。其实我也挺紧张。我刚来中国，很多东西就不适应，但是通过一段时间，慢慢啥都差不多就能适应了。都现在我就喜欢上中国的美食，还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。尤其直到生完孩子之后，我哪里就没出过，一直在中国待。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都说我已经是个中国人了，他们说我说话一股大同味，这些都是我自己感觉不到的变化，所以我想赶快把绿卡办下来，像中国人一样的生活。接下来我们就剩存款证明了，我办绿卡就剩最后一步了，好高兴呀。大家继续给我加油，让我一切顺顺利利的。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